我们的 JL 到了，咱们赶快做一个全球中文手册。啊，韩大哥，大家一直等等等，终于等到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JL。首先前脸整个变化了，所谓变化呢，其实也是返璞归真。这个前脸原来 JK 的时候全是直的，或者前面只带 CJYJ， 但是早到 CJ 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类似的设计。当然 CJ 到了第七代的时候就改名叫 Wrangler，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牧马人。那这台车基本上是个沙哈拉，能配的差不多了，所以刚好拿来做一个例子。首先呢，咱们看一下这个灯，这个已经配了 LED 灯组了，从2017年之后呢就可以配了 LED 灯组，给你头灯、雾灯，包括后面的尾灯全都换了。另外这个设计，好几个同事已经看过了，包括刚刚接待客户都觉得不错。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看上去跟大切一样，看着整个大一点点了，比原来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视觉的关系嘛，因为银色用的关系，但是把这些去掉，我感觉好像大一点点，也就是进风更好一点。说到风这个的话呢，我们为了对吧，改善风向有这么个小凹的，大家早就知道了。原来觉得怕很丑，看了以后感觉还挺快就能习惯这个角度的，倒也还可以。引擎盖这块其实改变设计了，原来是搬下来的对吧，来来去去的，那现在这个的话更容易打开一点，锁上去也不错。引擎里面的布局什么当然看了一下差不多，那就不管它了。那挡泥板的沙哈拉都是漆面的，但重点呢它把这个都移到这了，那沙哈拉和卢比肯，这个转向灯和旁边的 running light， 就是那个日光灯，它都可以放在挡泥板上了。所以这样一条过来，可能这样横的设计的灯和这样横的，哎，整个感觉还是蛮漂亮。那整体这样一下来，大家感觉这个前脸还真的挺漂亮的。那侧面呢，这里有个出风口，这样整个风流更合理一点，然后对引擎更好凉一点。因为今年的 Pentastar 虽然用的还是 3.6 V6 的，但是呢它引擎就是调教过之后会多一些马力，大概已经接近300的马力了和270几的这个扭力了，所以蛮不错。另外这个标志终于有点意思了，原来这个标志不管你什么级别对吧，上面就贴个贴纸，那这个现在看上去就有点小高大上了，全都是用金，不一定是金属啊，就是这种金属色吧，然后有质感的这么一个，包括吉普沙哈拉非常漂亮。那再来咱们简单看一下轮胎，轮胎呢和原来一样，32寸轮胎左右吧，然后配的18寸轮毂，这个就是 M 加 S， 也就是 Mud 加 Snow， 也算是一个全地形的轮胎吧。这几个位置都很类似，当然门可以拆下，但是呢实际有几个变化还是很那个的。第一的话呢，沙哈拉、卢比肯一些都可以选 keyless entry， 也就是说你直接手放在这里门就可以打开。第二的话呢，这个门把全都变了，原来如果小朋友啊对吧，一般他要去按这个手劲不够，但是那种感觉挺牧马人的，那现在这个轻轻一拉，哎，感觉小朋友就算是女性都可以拉了。第二的话能不能看出来一点，刚刚是一档，这是一档，它会锁住了，现在就不会往回跑了，那大概开到这么大，70度左右角度吧，那也是一样有这个东西 hold 住的对吧。这个门呢大家看，开门是在上面对吧，开门是在这里，但是这里呢其实是很有个放手的地方，那就是为了原来拆这个窗户之后，大家就是抱下来说手没地方放，那不管怎么弄呢都不顺手，那现在有这个之后呢，你把窗户摇下来，手放在这里拿，整个门提起来的感觉就容易很多了。说到这个呢，咱们就看到有点内饰了，但这个之前呢咱们在外面再看一看吧，好不好。那再来呢，这个踏板嘿嘿更宽一点了，比原来的感觉这个硬塑料的原来也是硬塑料，但是这个好像比以前防滑好一点，然后这种像这种蜂窝一样的这种小格子在 Renegade 上好像也有设计类似，但是初步感觉这个确实好像防滑的效果比以前好一点。那咱们接着往后看，这是个硬顶的四门的，感觉变化不是太大，但是有一点软顶，如果大家喜欢软顶的话，今年软顶是重新设计，打开的时候特别容易。那在外面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会儿我们再细看里面，就是这块也改变了。那第一的话呢，原来的是后面雨刷非常好对吧，而且可以喷水，大家都很喜欢的设计，但是呢原来这里是在上面喷水之后刷的时候，有时候感觉不太科学对吧，有些个别角度不太好刷到，那现在放在下面这样来刷，水是从这个角度喷下来，那感觉应该是效果更好一点了，那肯定设计的时候他们试过了，当然这里咱就不演示了。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东西呢，哈哈，现在牧马人法律方面的要求，当然大家也在要求，
就有倒后影像了。那大家看看长是这样子的，那配合原来的这个可以七寸，如果不升级的话，七寸的前面 Uconnect 的一个荧幕，不然如果升级的话呢，你就可以8.4寸了。那原来可是没这个尺寸，八点就像皮卡一样那么大，然后配合这个倒后影像。那再来还有一点呢，因为卢比肯的话，你是可以标配就有33寸轮胎，当然他们后面用的防撞都一样，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更多的空间了。原来沙哈拉的话就直接贴着了轮胎大的那种。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原厂放33寸轮胎，像卢比肯的话在后面，那也不怕了，这个空间也够了。再来的话，我觉得比较爽的，咱们从后面开始看吧。这台车呢配了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奥派音响升级的低音炮啊，更多的在第二排上面，那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呢有各有两个中音了，就变成一起很多个喇叭了。但是低音炮呢把位置又移到右边来了，最早的包括 JK 早期的他们也是放在这边的。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说，哦，第一这个比原来看上去就是大了不少，这个个头大了不少。第二的话呢，那这一块就不用把低音炮放在这个位置呢，那大家看这块空间位置是非常大的，可以藏东西啊，贵重物品放东西啊，就是有水的那种湿的都可以放在这了。其他都一样，门顶拆掉之后都有位置给你放这个可以放那些螺丝的。那还有一个呢，咱们从后面看也明显，前面也能看明显，就是原来的牧马人他第二排的这个休息头的地方是不能折下去的，那大家看新的设计呢就可以折下去。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平时开这个四门的，你把这两个放倒之后，哎，视野会稍稍好一点啊，所以这是个不错的变化。当然这个最多可以放3个婴儿座椅，一然后这边两个座位一起的二三啊，这个也是都一样。再往里面可就都是令人兴奋的东西了。那从这里看有一个第一个变化，原来呢因为门还有所有东西可以拆掉，它把所有的控制这个调侧面对吧，塞米尔的话它都是放在中间的，现在放在这儿了，放在左手边驾驶位了。那当然门拆掉了就不存在这个镜子的问题了，所有东西都拆掉了。那再来的话下面旁边依然有袋子对吧，那原来扶手是没有的，给了你一个这个类似这样子的对吧，放钉子把它拆开可以自己加那些扶手，但现在原厂前后第一排和第二排都给你配了扶手，刚刚那是前面的，那是这样子的。当然你要喜欢呢你可以去加其他的东西说到这里咱们就顺便看到顶了。这个顶呢跟原来一样原来就是硬塑胶的对吧，白色顶，但是这个顶摸起来的手感完全不一样的，你也不用怕脏，这种就是塑胶可以擦，有点听声音是塑胶那种，但是有点像那种泡沫包装的那种，摸上去的感觉就好像保暖更好。当然原厂呢如果你经常去冷的地方，冷热空调用的多的话有 liner 可以配的，保暖保冷有用，但就算不配，我感觉这个好像比原来保温就好像那种保温箱一样，海鲜保温箱那种感觉，但又不完全是介于中间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说那种，有点泡沫箱和硬塑胶中间，感觉上手这个保温效果好像就好很多了。那不管它，再来的话咱们顺便在后面呢也就看看后面了。第一呢对吧，那个放头的可以放下来不然的话呢，这个椅子我刚刚试过了，坐起来舒服多了。其实新的 JL 是比 JK 长一点点的车身吧，不明显，但是这里脚的位置啊还有这块就比较舒服一点了。大家如果是现在有 JK 的也不用担心，其实是外面可以买一个垫高的东西，把这个椅子下面也很容易自己都能动手垫高之后呢，你的角度也能变成这样子，当然那个需要自己一点点的 DIY， 但没这不作为一个决定买哪台车的重点。也顺便看看后面了，既然在后面简单提一嘴，那也就是说现在的车呢牧马人最早开始用 USB Type C 了，但这里呢前面也是这样的设计，打开你看有四个了 USB Type C 两个然后 USB 3的，那这个基本插哪种电话都可以了，以后未来肯定所有 smartphone 智能电话都是用 Type C 的。第二的话呢后面现在也有这个充电了实际的使用啊和娱乐的角度，或者多几个人的话，哇这块就是非常给力了。再来我们往前面看，其实牧马人因为是 JL 全新款嘛，全新设计的，所以其实很多很多部件都是为牧马人 JL 独一无二设计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作为车主感觉更特别一点咱们来看看对吧，这些按钮的感觉哎更那个一点了，它有一点软塑胶在外面两边转向的差不多，到这块变化比较大。那原来的话是有点，原来是那边有 info 啊写着，然后几个按钮，这样就上下左右中间 OK， 这种设计
在 Ren 就是公羊皮卡后来变了以后，我就觉得不错。当然听电话啊那些语音控制就更容易操作一点啊。再来这里也是，Cruise Control 这块，那自动巡航，哎，就感觉中间有扭上下左右这种好按一点，我觉得不错，这样的设计看上去也不错。方向盘唐大叔感觉大一点点，感觉大一点点。第二的话呢，我们来看看，那也是上下这个角度差不多，差不多。方向盘呢简单明了，打开了以后有很多小彩蛋，像撒哈拉这种级别里面很多电子东西能显示的信息。再来看这边就比较有意思了，这是个自动挡配八速变速的，手动挡还是六速，重点是四驱系统。那在新的 JL， 最主要呢这块是变了，那最主要是多了一个 Auto， 也就是说原来有人一直问有没有全时全驱的那种，那现在可以选了，不然的话你就传统的两速，两驱高速，两这个四驱高速啊，四驱低速这一套。那当然这个摸起来手感啊，两个倒是一大一小配起来手感都一样。哎，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啊，再来这荧幕就有意思了。当然可以配导航，对吧？这样的话有卫星信号，你去一些没有信号的地方可以用。如果在城市里面用手机呢，啊 ，Apple CarPlay、Google Android， 啊，这些东西可能对现在的年轻化一点的人，大家觉得不错。当然这一套 Co-Vider Group 就更好一点了，除了原来的加热椅，现在就是加热方向盘也有了，也是直接在这里按就可以了，对吧？加热方向盘、加热椅，哎，这也是不错。另外的话，自动挡就可以 Auto Stop Stop。Star Stop， 那这个东西配合着咱们一键触的这个一触启动，那这个东西呢，在欧洲特别流行，唐大叔以前提过一下，整体应该能，这个节能在，10%来吧，10到12-13%这样子，当然呢，配合这个之后呢，其实引擎里面它会多了一个小小的蓄电池，和引擎在一起的，你不需要担心车上平时那个电池会用它的电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再来呢，还有些变化也挺牛叉的。第一的话呢，材质我就刚刚说了，尝试说对吧，硬胶加这种装海鲜的泡沫的那种组合在一起的一种材料，我一上手就感觉保温保冷的性能好，而且大家仔细看它那种 texture 吧，就是纹路是有一点这个。那在里面很多小彩蛋也是放在这，其实这有点像军用的那种，军队的有点那种材质的感觉。那在这里也是用的这个材质，在这边也是用的这个材质，嗯，不错不错。那最主要这个前面两块硬顶现在拆起来真是容易多了，原来已经很容易了，现在更容易了。简单来说这几个还有摸起来手感有一点点不一样，挺容易拨开的，对吧？拨开拨开，那一二三四五六个地方，原来应该是四个，现在变六个，那转的这个地方现在就不用了，没有了。也就是说回头再来到那把挡太阳这个地方移开啊，我看看现在设计可能不用移开都可以了，啪一打开啊，这里最后啪一打开那个地方打开，还是永远先左后右，先驾驶位再副驾驶，这样的话不会把它弄坏。但我感觉全新设计这个风水的条摸上去好像比以前更那个一点了。那咱们从外面看一眼，哎，这个地方挺好的啊，上下车容易多了。那我们来简单看看从外面，哦，这踏板真的感觉宽一点。那上面来看嘛，差不多两块加一块的设计，但是防水条这里从里面看好像设计更一体化了。当然原来如果你只要知道怎么拆也不会漏水。那唐大叔用相对快点语速啊，大家都等着看，来跟大家赶快过一过。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感觉是就好像失散多年的兄弟那种，你感觉非常熟悉，一些新的那种很快上手的，你感觉哎这个不错，小改动不错，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突兀一些变化，对吧？弯掉前脸那些都没有那些东西，感觉就是一看就是哦，你很熟悉很喜欢这个升级了，都是很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把一个很好的东西变得更好吧。唐大叔有一些观点，到底该等还是该买，可能有几个东西，那看你怎么用。原来不管花多少钱的 JK， 它这个选项就这么多嘛。那新的以后呢，我觉得它变成一个最好的 SUV 了。你说给女儿买，给太太买，全家用，当然我们喜欢越野的人用都没问题，这台车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特别有些新的东西 USB Type C 的那种，以后未来智能手机都能插了，前面有一个后面有两个，那五个手机可以插，但没有过还是原来的牧马人这种感觉，给你足够的，那足够的标准变了过去十年，那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其他越野性能呢，应该是我研究下来区别不是最大的，但这时候你就有选择了。如果你像不像我唐大叔说第一种情况，
那是全家人用的车，或者说女性也喜欢这个车，就怕太简陋，那你可以选撒哈拉呀，啊，自动挡啊，八速变速，油耗现在也下来了，依然加普通油就可以了。那回过头，如果男孩子对吧，男性你喜欢牧马人，想改得酷一点，要出去玩，因为这台车上手，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因素，它会比 JK 贵蛮多的。那你要再改完之后，那预算就更多了，你可以用差不多这样原装车的预算去搞一台新的也好，二手也好，改装的很牛叉的 JK 都可以了。如果是男性可能对吧，喜欢简单，喜欢吉普那种硬派的，老的 JK 可以买，那台车已经非常非常好，配件丰富，所有的东西都有。那如果你是说大家喜欢新的，毕竟十年没改过款，或者你这个过去十年已经开过老的 JK， 那肯定大家可能觉得新款更吸引人吧。但是初步印象就是把很好的改得更好了，就好像原来咱们 JK 大家玩久了以后，研究久了之后知道换什么对吧，让它更好。那这个就是上手所有的东西变得更合理更好一点吧，都可以，两台车都好。原来咱们只有 JK 的时候说 TJ 啊很经典啊，去玩玩老吉普，但唐大叔大胆预言 JK 将来就是会在历史上吧变成最经典，因为它那条线从最简单到适当的配置就是足够了，不管多少年对吧，也能配到加热椅、皮椅，导航也能配对吧，倒后影像后面也能配，都差不多的那个作为所谓我们说简单经典牧马人的那种感觉，就是 JK 作为经典了。那再来这一代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个产品将会让更多年轻人呢、包括这个原来太太不同意，现在太太让他开一开可能都喜欢了，把这些新一代的吧，所谓这种新一代不是光说年龄的这种所以都会吸引过来，因为这是一台最好的 SUV 了，没有其他的比较了，哈哈，哎呀太爽了，唐老师今天一兴奋呢就订了一台，回头是不是开走还不知道，回头再跟太太申请吧，去年换了两台了已经，到时候再说了。那如果喜欢唐大叔视频呢，记得赶快订阅了，这样回头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所有的车评了。那当然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哦。如果呢大家都在关注，知道我朋友在关注呢，记得和他们分享，跟你自己的朋友分享这个视频。当然了，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或者附近呢，可以找唐大叔来试驾这个吉普，买吉普来支持一下业务。广告的话依然这么多了，好不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哟吼，现在就在货车上，那个正准备下来，就是好多围观的群众已经在等了。哇，终于看到了，时间很完美哦，是个撒哈拉，不错，先看看撒哈拉。我知道第一批现在到的都是撒哈拉，应该。哦哦哦 ，It's moving， 在动了，在动了，它要下来了，它要来了，它要来了。哟吼。哇、wow, ，nice， very cool， 黑色，嗯，好，哦，倒后影像 ，no， hey hey hey， what the hell？ Is that, hey hey， first come first serve， what the？ You can't do that， man。I gotta check it in。这什么节奏啊？不让唐大叔先坐，他们看个屁啊！他们又看不懂。What you bastards？ Hey， you guys， get out of my Jeep。Yes. I like the headrest, how you can fold them now. This like is pretty cool. That is awesome. I like the fact there's and this too. Yeah, I saw that too and I like it. This is nice.